2019年的中华梦想馆由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承办，从一月份到十一月底为止，活动方案服务累计有19100人次。为了感谢大家帮忙加付出，中华梦想馆举办岁末年欢2019欢乐回娘家的活动，邀请曾经参与梦想馆的共伴回来，共同回顾2019梦想光辉时刻，体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彻底落实的重要性。中华梦想馆是一个属于全中华人的所在，为成立以来积极推广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意识宣导，并且提升妇女成长和社会参与，强化服务和资源连接，创造一个美好服务环境。为了凝聚梦想馆在地感情，特别邀请校园和讲师做伙回来后头厝，回到梦想馆，在这个暗时互相分享感动、成长还是和认同的时刻。在我们梦想馆参加的有的伙伴团体，还有一些我们的妇女的领袖都请回来哦，来我们这样跟大家共聚一堂，然后透过一些的聚会、座谈，还有大家一起的交流，我们来分享我们这一年在梦想馆的点点滴滴哦。那一开始呢，就有一个我们家是性平分工的剧开始来开演哈、哦，演得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对于妇女的福利、妇女的权益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我们王县长是女性，她特别希望我们交代我们社会处在妇女这块一定要有创新的一些作为。所以我这个梦想馆是我们一个妇女可以来这边圆梦、追梦，一起来这边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中华梦想馆以一颗感恩的心，在2020年将办理多元的活动以及课程，欢迎所有同伴继续做伙来学习，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彰化县的梦想馆是一个专门提供性别平等、妇女福利的一个好园地，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课程，譬如说我们有性别的烘焙屋，我们有一些讲座、一些训练，还有我们一些座谈，还有性别的电影院，让大家来从电影中去辨别性别平等的争议。那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训练，让不同性别、让不同的各年龄层的我们彰化县的县民能够了解性别平等的意涵在哪里，如何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性别真正的平等。中华梦想馆除了各类学习课程以外，还有亲子共读区、多功能会议室、开放式的灶卡等等，提供免费使用，欢迎各界多加利用。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